们来解这个方程组。我们好，稍微整理一下，先把什么哈？先把这个系数哈弄成呢整数，或者是先减好了，五减掉呢1.5，3.5了，3.5 x 减2y 等于1.5，然后呢这个哈我把它乘以2，这是6x减掉5y 等于-10。啊，上面这个哈，我把它乘以2，就7x减掉4y 等于3。好，那这样子以后哈，这适合多少呢？适合给它带公式。哦，适合给它带公式，或者是哈，我用减的好了，一减上去哈。减上去就 x 啊加 y 等于10，啊再用那个代入消去法，或是加减消去法可以，用代入消去法好。y 的话等于多少呢？10减 x， 比如说代入这个好，那就6x 减掉 5y， 10减 x， 啊等于多少呢？等于-10。那是6加5是 11x 啊，等于多少？50移过来，50减10是40啊。所以呢 x 哈，这个有点算错了，等于11分之40，这一定不对。这个的话我看到哪边算错了，这个的话呢5减 1.5 3.5 52y1.5 没错，6减掉5等于-10，也没错，乘以2，7减4等于3也没错，减上去 x， -4减负加这个也没错，哦这3减掉-10啊，所以这是13。那带进来以后 ，y 的话等于多少呢？等于13减 x 嘛。哦，13减 x。那这样子的话呢，这个就是多少呢？11 x。那这个多少？这个是53/15，65减10啊，等于55。所以 x 等于多少呢？也等于11啊。哎，没有5。S 等于5 S 等于5的话 ，y 等于多少呢？8。所以 S 等于5 y 等于8。